掌戒第十五集，闪电领域五级闪电，精神力63段，烟花一束，历届成立考核，什么时候开始考核？火力166段，火力无限高速，每天下午6点开始成立考核。现在是下午4点，还有2个小时，历届就开始成立考核了。这是最后一场比武，我只要打败你，我就可以去成立考核了。我挨打经验值满了，我又升级了，我现在66高级了，我的福利也升级了，我现在是40000品厨师了。火焰领域，刀行诀55绝，激光化为刀。什么情况？你升级怎么这么快？难道你是无限挨打骨骼？碎片空间领域，福利4阶，白光，白光再发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光圈光线领域，定身符，光束莲花盛开。附件保护卡住碎了，27羽剑碎了。光束莲花盛开这一招可以打碎掌魂的，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光束莲花盛开。大哥，我输了，你赢了，我打不过你，我认输。金掌胜，金掌，这是最后一场掌界各掌比武，其他掌被多足螃蟹掌吓跑了。你把多足螃蟹掌打败了，你现在是掌界比武大会各掌比武第一名。金掌，恭喜你获得掌界比武大会各掌比武第一名，这是你的奖励：一张历届传送符，一把方形棍上市掌器，一把金剑双月远市掌器，一本卡力修炼秘籍，一本咒力修炼秘籍，一本锁力修炼秘籍，一本斧力修炼秘籍。这四本秘籍都是远视秘籍，这四本秘籍你拿回去要好好学习呀。一张黑卡，你又赢了2场各掌比武，赢一场奖励8000瓤，这张黑卡里有16000瓤，你拿好。对了，明天下午2点是掌界团队比武，再见，明天见。你这赶着去投胎呀，跑这么快？我还想问你，历届成立考核，考核什么？问我就行了。历届成立考核，考核越级打架，历届会安排一个比你等级高的力跟你打架。3333亿招之内，你没有被打倒在地，你就会通过成立考核成为力。成立这么简单，就考核越级打架呀，不考核其他的吗？比如精力火烧、精力雷劈，就这样简单。对了，想获得力位成为力，不仅需要考核，还要消灭6000骨骼耳位魔、6000骨骼耳位妖、6000骨骼耳位鬼。要消灭这么多魔妖鬼，这要消灭到什么时候呀？这么多魔妖鬼我已经帮你消灭了。无限空间塔来，无限空间塔去，这空间塔里有9999骨骼耳位魔魂、9999骨骼耳位妖魂、9999骨骼耳位鬼魂。一个魔魂就是一位魔，一个妖魂就是一位妖，一个鬼魂就是一位鬼。这些魔妖鬼被我打陨落后，他们的魂被我封印在了这个空间塔里了。为什么要封印他们的魂？封印他们的魂，他们就复活不了了。若不封印他们的魂，他们就会复活，复活后他们会祸害七界的。我消灭的这些魔妖鬼都是坏魔坏妖坏鬼，这些坏魔坏妖坏鬼经常吃人吃白等。走去历界，带你去成立考核。到了，前面那位是负责成立考核的力，原来帅气黑龙龙尊也是力呀。原来帅气黑龙龙尊是历界负责成立考核的力。金组长，欢迎你来参加成立考核。金组长，在历界你可以叫我帅气黑龙力尊。帅气黑龙力尊，请开始成立考核。好的，你是想先越级打架，还是想先去魔界打魔，妖界打妖，鬼界打鬼？打魔打妖打鬼这个任务我已经完成了。无限空间塔来，这塔里有9999骨骼耳位魔魂，有9999骨骼耳位妖魂，有9999骨骼耳位鬼魂。这些魔妖鬼被我打陨落后，他们的魂被我封印在这个空间塔里了。你这超额完成任务呀，成立考核，越级打架，无需力尊，该你出场了。精神，这是你的对手，3333亿招之内，你没有被他打倒在地，你就会通过成立考核成为力。你如果可以把他打败，历届会奖励你100000张10勾级升级符。不过我感觉以你的修为等级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好家伙，666，100000张10勾级升级符，历届真大方呀。我只要打败无需力尊，拿到奖励的升级符，那我就会升级到6600万勾级了。对面的无边力尊出招吧，未完待续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点个关注吗？谢谢了。